来吧，见识。来来来，这个地方必打一集团。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造起来，造起来！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有人进草了。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干嘛？我还以为他想 A 呢，收了一下刀，他要捡魂。主要是我以前被这种 AD 给 A 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被害妄想症，小心驾得万年船，知道吧？有些人他一不小心就给你 A 掉了，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。往下刷。在谈了，正常应该在上半区这会儿。一斩千机，这女枪闪现了。这谈了肯定会来抓他，没事，我帮他反蹲一下。去点你，去点你，去点。算了，帮他推过去吧。这女枪刚才可以推这个线，我帮他反蹲就好了。我们有两个人在，这谈了没有孤立员，杀不了他。真的是中国好打野。这螳螂纯刷的吗？没有，他会打 F6 啊。那这个螳螂应该没状态了，两级打 F6 很伤的。两级打 F6 的螳螂太伤了，那他这样子不抓人就正常了。就杀锤石好了，不然他要给这个灯笼。减速了呀，黑魂来一个。先别急，等他扫掉了，都跟过去晕一下。往回顶。牛的。
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他那终于出山了，两个一起死。出山干 K 一波队友，法轮打了我们快六了。这不我们可以先打个石头人到六级，然后再杀这个螳螂，有眼，有眼就不好搞他了。下路要打起来，我可以来，还要来做眼，没看到我好像。哎呦，我想砍兵到六的，这 AD 没必要过来，这 EZ 跑的话刚好砍兵到六，我可以追上的。刚才就差一点点经验到六级了，这螳螂直接不吃红了，他这样子。看那个 EZ 刚才想跑，但是 AD 追过来，他又掉头回头打了。刚才他跑的话给他跑，我刚才砍完那个小兵我就到六级开个二追着他，再一个阿尔法突袭他就没了。我将为你指路，惨痛的叫声。哎，准备起飞了，那个先锋。我们上路劣势，这铁男线可以控一下，这盖伦肯定会杀他的，等我过来就好了。行事心于蛮力，你跟他打来，这剑圣很好杀盖伦的。别把他二进去啊。盖伦恶心就恶心在一点，他那个双抗你打他不是很痛，但是我们 E 的话有真伤加配一个红尘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克他，而且我们有 红尘加 W， 这盖伦想杀人的话伤害 必须得打满才可以，直接把塔给他推了，可以硬推了，可以拉进去，好兄弟懂的，不是你怎么死了呀？我以为他要把他拉进去闪现躲草里面去的，然后再拖大刀等我把这个拆掉，他在领域里面的话也能吃到这个塔皮的。很难受，我点血打螳螂算了，
给他孤立无援刮一下我赔了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金川顽石。我们开始。王剑圣为什么刷伤？王剑圣打一定要点贪欲猎手，就跟武器一样，你把贪欲猎手点了你就不伤。不行，这铁男都对我们如此战役，得礼尚往来，好吧，让他体验一下帝王待遇。我来了，铁子敲他。算了，再给他吃吧，我们就拉头就不吃兵了。我们是一个有原则的打野，回家，直接扬刀了。真正的大师远不怀里。给他垫个刀，给他们推过来，我大满他好。可以，我的冷血鞋除了孤立无援也不怕了。抽个奖，抽个奖！现在送办卡，抽一千现金啊，附带打号三小时啊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啊。最后英雄太少了，办卡抽一千啊，这轮不是抽五百，是抽一千啊。好吧。不是老问我怎么打号吗？现在送办卡参与中奖就可以打号，还能获得一千元现金奖励啊！不要打号也有一千现金可以拿，不要一千现金也有打号可以要啊！我再去杀一波这个盖伦，涨价了，加量不加价嘛，同样是一张办卡参与啊。你不闪现吧？我以为他要闪现，我眼都插好了。这螳螂过来了，他又跑了。中奖可以直接转账，好吧？接轻狂输送的饭卡。对，现在抽一千不是五百，是一千啊！一发入魂，了解一下，没办法嘛。我们直播间礼物太少了，这月底了，得过一下流水，不然就领不到工资了。割韭菜只是小赔而已，没赚的小亏，顺便给大家搞个抽奖，我过一下任务。我
怎么回馈大家这些虚伪的话就不讲了啊。以前你们让我抽奖我都懒得抽，因为以前他不看流水的，他是按照合同发钱的，但是世道变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参与一下，反正不是白送的啊。中奖又可以让我帮忙打号，又可以有现金可以拿，血赚不亏。你们看，你们以前我什么时候会这么给你们抽奖？你们让我抽我都不抽。我将为你指路。感谢小念送的办卡，大家都是韭菜。我的大招马上好了，这不我可以扛五个。谢谢愚笨的神虾。先把羊刀叠好，这波可以杀的，来。哇，这波辅助不能让我站前面，辅助站后面啊。这波辅助要站前面的，他先手吃技能就好了。我来个羊刀减速一下，顺便加点生命值，有个冰锤，什么羊刀，说错了啊！我刚才没开意义嘛，那应该是被控了。愤怒带来冲动，我跟他有暗意的。唯一一个可能没有开出意，就是我按的时候被控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可以先守一下，先守一下打个控制，对面得交技能的，没人管我就好了。对面有点这个阵容，就是菜刀队，不是有点啊，刚好我们来点生命值，很好，有生命值加护甲。还有最后四分钟开奖了啊！这会收办卡抽1000现金，附带打号3小时啊！中奖可以直接转账，秒转账。有冰锤在就可以追着砍，看到没？他动不了。刚好加点血，护甲加血，再开个 W， 就没人过来。把羊刀叠一下，不杀死你，不拉谁呢？探险家，走，我们去探险。怎么感觉我们的攻速有点小半？不血量是吧？最后两分钟开奖了，这会送办卡抽1000现金啊，是1000啊，附带打号3小时啊，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发路魂了解一下，送的越多中的概率越高啊。再补个破败，
刚好对面挺肉的，这个盖伦出血量，顺便来个吸血。来，就杀探险家了，不让我打了。来打我，我念经，打得动我吗你啊？没吃饭吗你？你要回去了是不是？我刚好跟你回去。我们在阿尔法突袭锁定的啊。我有护甲血量加 W 减伤，你怎么打得动我？给你孤立无援也没用。还有最后一分钟开奖，这会送办卡抽500现金啊，附带打号3小时啊。抽中就办卡，你都没办卡怎么抽中呢？办卡就抽中了啊。我将为你指路。感谢顾而言送的办卡，来来个人开一下，可以全砍掉，我有红药在，20秒龙可以拉一下，最后20秒开奖了，最后20秒啊，在我送办卡抽一千附带打号3小时啊，一发路魂了解一下，要偷塔可以偷起来了，最后10秒钟，最后10秒钟。你跑不掉的，我破败加冰锤，你不可能能跑的。大招还没结束，我去突一下盖伦。哇，他跑得好快啊！他买的啥装备啊？三线。他刚应该是打冰加速了。我先把龙收一下了。恭喜牛牛牛335中奖了啊！恭喜牛牛牛，赶紧私信发一下。怎么我的攻速还不够呢啊，我想我的刀再快一点，但是已经没什么攻速好买了呀。我感觉我的攻速好像还是我的刀还是慢了一点。我要满攻速啊。不要智慧末论没有用，对面猜到对。你们为什么有些人对智慧末论这么执着的啊？对面一个 AP 都没有，天天智慧末论。我出个绿叉它不香吗？你们为什么对智慧末论如此的执着，能跟我讲一下吗？我还不如绿茶来一个盾呢，刚好我绿茶买了这个，直接羊刀叠满，攻速 2.5 了，差不多。
三年了，第一次看你玩剑神，哎，算你赶上趟了。我们这英雄一年就玩一把，错过了就得等明年了。看到就是赚到了。反响其实也可以啊，也不一定要绿叉，但是我三下这个公式合不了啊。其实三下也不是不可以啊，三下也挺好用的，哎，还再加点移速，加点冷却，挺好用的。主要我们现在已经说啥都无所谓了。来了来了，出来了。刀在手，跟我走。三项挺好的，三项也有攻速。我一人还有加这个移速，越砍越快，越快越砍。还有加血量，挺好的。主要 CD 快一点，技能刷新好一点。砍谁都一样了，现在没有肉这一说的，知道吧？我欲成仙，开的 E 在就行了。还有 A 跳弹跑了。我感觉他又要上来。突不下去，距离差点，直接把他杀了吧，我摸不到他。Q 距离就少一点点，突不到他。我还有一级没有升，刚好升完这一级，完美。我其实可以把射手给他换了，对面没有百分比伤害的，不是把这个血刃，我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冲过去，我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。这个血刃这个点不好用了，出个破败就好了。血刃它只是性价比高啊，作为，但它不适合作为最终的大件，可以直接给他换了。我这个射手买一下，对面就五个人一起来打不死我，我感觉我现在有点嚣张，就叫我叶嚣张好吧。看他这个R开的刚好被我射手抵消掉了，然后我再把血回上来。你们刚才看到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？为什么盖伦的大打我不疼呢？他不是打我不疼，被我的血手的盾吃掉了。这样的话我再吸血，再把血补满，等于我有两条命啊。这样的话你这攻速也不会溢出来，刚刚好 2.5 满了。不是二老牛吗？我说二我就是二我啊。管管把这个弹幕说二老牛的都给我分掉。知道什么叫人间不拆吗？
不要塔了是吧？我可以直接给你拆掉了啊。对，过来就对了。直接下一把，这混鱼塔看一下私信啊。